个据说是他们最辣的，挑战吃一勺辣子炒肉。我人没了，有冰棍。猪油拌饭，来吧！这个猪油拌饭看着好萌，我先吃一口原味的。我看着好正宗啊，这么早一碗饭，稍微有点咸，但是很香。来一个他们号称最辣的孜然炒牛肉，看看有多辣。这勺子怎么这么眼熟？这勺子是我的小号吧？把我拿出来比一下，它确实是我的小号，这是我的勺，这是他的勺。你今天碗太小了，我就不用我的勺了。咱们的勺。杀鸡焉用牛刀？嗯，第一口吃着并不是很辣，孜然味很浓，但它那牛肉的辣子的比例挺惊人的。嗯，吃一个炒他那个山猪肉，一想到是楼下那小黑猪。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吃就完事儿了。啊，对，你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我朋友特别喜欢你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签签名，还有我带回去。好好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给签名了。十四周，我也不是抽书的呀。嗯，这白的真的很好吃，你尝一口，白的这个绝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位配菜。我们评论区人才多，宝贝们来告诉小贝，这辣椒炒肉里面这个白刺刺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嗯，就你们来点虾的话，可以点一个这个招牌虾，感受一下那么大的虾那种感觉。然后真正吃饱还是得靠米饭跟这个香菜，是不是？嗯，米饭香。但是量太小了，两块钱一碗吃不饱的，还有个凉粉，呱呱凉粉是不是？这是芝麻酱味的，麻酱味的呱呱凉粉，好会吃。今天好朋友的冰糖试一下吗？不要，谢谢。加带糖的，要不要？不用。要雪糕？雪糕为什么不要？来个雪糕，这就三口的量。嗯，很过瘾的，我觉得这两个菜绝绝子。哦，好过瘾啊，就是解辣。所以为什么要让你要雪糕？雪糕解辣。错过。啊！我刚被这个辣住了。596，两大盘虾确实挺压秤的。几分饱？你几分？你饱了？4分。4分？3分？我饱了。